星期天的下午，阳光变得太有温度，我们赖在家里找不到去处，于是我们决定换到旅行去吧。我已经收到那个捐血中心通知，叫我来捐血的讯息好多次了，刚好今天经过来捐一下。最近好像 A 血有缺血。虽然很多人都很怕打针，但我真心觉得抽血的针因为很粗，所以不太会痛。大家就是可以来促进一下新陈代谢，又可以帮助别人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杯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现在已经早上要4:30了，只有那个秋天才可以骑这种时间。现在气温超舒服的，20度，太阳超大，但今天空气污染很严重。本朋友来买捷安特，他本来在犹豫要小折还是公路车，然后看到 TCR 就犹豫了。嗨，哇，新手已经要买车一家车库了。我们的日本朋友明年要跟我们一起骑藏王的那个卡坡赛，然后来台湾采购车子。我们带他来买全套回家，买安全帽。他买了车，买了小帽，买了车衣车裤，然后现在再买安全帽，回去就可以整套，可以骑了。玩翻了，看别人买东西好好玩。哈哈哈哈哈！他表哥超坏的，然后那个最陡的地方，超级面目狰狞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吐了。我觉得，啊，难笑。他是不是想要那个？哈哈哈哈哈！今天分享就到这边结束喽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，记得要在影片下方按喜欢，同时订阅 Linda Love Cycling， 打开小铃铛，这样 Linda 有新的影片上线才会通知大家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不是很在乎到底去哪里，只是想和你整天待。